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萝卜。啊，今天有点冷，零下负16度。虽然说春天已经到了，但是你看，地上还是雪跟冰。然后呢，今天是我的搬家日，我要离开小花单飞了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去一个杂货店看看那里有没有卖马克杯的。因为曾经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杯子，我想买来，因为搬家之后我需要喝水，然后我们去看看吧。看我的这个毛已经结冰了，不过视频里面估计看不到。 OK， 我们到书店了。你敢信这个书店里面还有卖床单被套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去看我的杯子了。而且这里还有个咖啡厅。哇，这里有个兔子的，就是马克杯耶，这个配对还蛮可爱的。太难了，看到这些杯子我也是醉了，然后也很丑，也是差不多的价位。没有想到这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杯子。哎，去书店我也没有买那个马克杯跟一些杯子，因为我觉得非常的不划算，而且正好不是说拼多多来加拿大美国了，所以看看这边的里面有什么好可以买得到吧。现在我准备去星巴克买咖啡，因为我里面的钱还没有用完。 Let's go。 哒哒，我在星巴克刚刚点完单，然后每次点的其实都是星巴克的隐藏菜单，就是越南炭烧咖啡之类的，就是 Ice Espresso, Venti Cup, Triple Shot and Two Pump White Chocolate Mocha Sauce, 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吧。有可能有点复杂，但是每次我发现点单的人给我点的钱都不一样，每次的钱都不一样。你们感谢。现在我到了，就是上次我小红书推荐你们来吃越南粉的这个店，吃越南粉。今天我点的是一个顺化辣的那个牛肉粉，因为有小红书的朋友推荐我尝试一下。我的天啊，顺化辣的牛肉粉来了，我不知道要吃，先听你们说。哒哒，我搬来了，现在东西很乱，准备收拾一下。这些是从国内拼多多买的东西，收拾之后见。哒哒，哈哈，我买的大米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回家。哇哦！完美的咸鸭蛋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看落日啊，都因为快要没下去了。噔噔，欢迎来到我的新家。我的房间在这里，稍微收拾了一下，还是比较乱了，但是可以将就了。外面是那个 Angry New 的一个公园，然后这是一个衣帽间，然后我的床，我也搞不懂他的床头柜为什么在这边，然后这是浴室。 OK， 就这样子啦。 O 不 OK？ 耶、yeah. 哦、阳光直接把我晒醒了，刷牙洗漱上课了。